The truth is, this did unfold more quickly than we had anticipated. So what's happened? Afghanistan political leaders gave up and fled the country. The Afghan military collapsed, sometime without trying to fight. If anything,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past week reinforced that ending U.S. military involvement in Afghanistan now was the right decision. 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17号，星期二。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这两天，阿富汗的局势牵动了全世界人的心，全世界的媒体也把喀布尔机场发生的一幕幕场景作为头版头条，响当当的头条。这一幕令人感慨万千，不但世界各地的媒体这么说啊，中共的发言人华春莹也说，这一幕让人非常感慨。阿富汗政权发生的这个变化如此之快，美国支持的临时政府垮台如此之快，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拜登总统本人也在昨天晚上发布了电视讲话，为自己在阿富汗撤军的政策公开辩护，也向外界表达了白宫对阿富汗局势发生如此之快变化它的原因一个官方的一个澄清。首先，拜登说，美国在阿富汗的使命从来也不应该是国家建设啊，那就是说并不是要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帮助阿富汗建设这个国家，不是。美国当年进入阿富汗就是为了打击911的恐怖分子，具体详情就是指当年本拉登策划实施了911恐怖袭击，而阿富汗当时就成为本拉登和他的基地组织所生存壮大发展的一个基地。911以后，美国要求阿富汗交出本拉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予以拒绝，这是为什么美国开始军事打击塔利班政权，将其推翻，扶持自己的政权，同时也把整个的南亚、东南亚的局势啊，为之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美军开始长期驻扎阿富汗，开始了美国在海外最长的一个驻军啊，超过了20年。那么拜登说，既然进入阿富汗主要是为了清除基地组织，为了反恐，那么随着本拉登被美军特种部队击毙，恐怖主义威胁远远超出了阿富汗这个国家，在很多地方，在伊朗啊，在苏丹，在很多的其他地区啊，恐怖主义运动啊此起彼伏，那么美军长期驻扎在阿富汗就难以安抚美国的民众，也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啊。这是拜登给出的第一个重磅的理由，那就是我们的目标早就已经实现了啊，帮助阿富汗重建国家不是美军啊长期在阿富汗驻扎的这样一个理由。那么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拜登亲口说，美军不能在阿富汗自己的军队不愿意保卫自己政府，不愿意保卫自己国家的情况下啊，继续做出无谓的牺牲啊。他说，阿富汗政治领导层放弃了，逃离了国家，阿富汗的军队崩溃了啊，根本无心战斗啊。如果这能说明任何问题的话，过去一个星期来的事态发展印证了结束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介入，如今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决定啊。那他说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把当今阿富汗政权的这个变化啊情况突转直下，成为今天这样一个局面，阿富汗政府特别是阿富汗的政府军对此应该负主要的责任。他在讲话中非常的感慨，说我们给了阿富汗政府军各种各样他需要的装备，
也给了阿富汗政府军多年非常专业的军事的培训，但我们唯一不能给的是他们取胜的这个愿望和决心。这个说的确实也是事实，阿富汗政府军兵败如山倒，这个速度超乎很多人的意料，他们只有轻武器没有重武器，更没有空军，这和全套美式装备的政府军比起来，那就是小米加步枪干掉了美式长枪洋炮。这确实也是出乎绝大部分人的意料，更出乎美军美国情治部门的这样一个预料。本来情治部门给拜登的这样一个军事研判是说，凭着塔利班那个轻武器，他们没有这么快能够占领喀布尔政府军和塔利班之间还会有很长的一段僵持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开始撤军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时机，不会带来一个情况失控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事实证明，美国情治机构再一次误判了局势。自从美军撤离的这个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达出来以后阿富汗政府军的这个军心就开始涣散甚至很多人很多内部的派别可能巴不得美军赶紧走他们私底下和塔利班私相授受塔利班当然也清楚搞这一套这里面的诀窍，那就是告诉政府军，告诉很多地方的地方政权，一些军阀势力，只要你投降，塔利班对过去你和美军一起合作做的事情可能会一笔勾销。这双管齐下，一方面是军事攻击，另外一方面是策反分化让住在塔利班的美军尽快离开，符合了很多人的利益符合了很多人的期待。所以从这里上来讲拜登讲的也是实话阿富汗政府军自己不想保卫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政权，怎么能指望美军持续的付出鲜血和生命来保卫你呢？这么多年以来美军牺牲了2000多人投入了巨大的金钱的资源维持在阿富汗的存在这一切没有，如果没有一个当地强有力的政权的一个基础，这一切都是沙滩上的建筑，很容易在风大一点雨大一点的时候就轰然倒塌。当然拜登在讲话中也没有忘记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跟大家一个交代，那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国继续把巨大的经济资源军事资源投入到阿富汗这个无底洞里面继续让美军停留在阿富汗，是符合中国和俄罗斯的期待的，但是恰恰不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所以拜登就撤出美军，做出了以上的这样一些辩护。当然还有作为一个资深政客特别擅长的一点，那就是甩锅拜登绝不承认这阿富汗今天发生的局面应该由他一人全部承担，当然他也展现出来有担当的一面，说我会负我应该负的责任，但是从法理上讲，从合同的角度讲他只是在履行当年美国总统川普和喀布尔和这个塔利班所形成的一个多哈的协议，那就是美军全部撤出。这也是为什么在最近的塔利班武装风卷残云般占领整个全国的时候，占领喀布尔的时候，美军并没有出动空军进行袭击这个恐怕都是当年川普和喀布尔谈判和这个塔利班谈判的时候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美军开始撤出，塔利班在进行军事行动的时候美军不再予以过度的干涉，不再出动空军予以空袭这一切在这两天喀布尔发生的这个地面上的这些军事行动这方面都已经得到了相关的认证。那么这两天喀布尔的局势
在世界各地的媒体，尤其是很多中文媒体也在争相的进行评论。在这个时候啊，当然喀布尔发生的事情确实是美国的耻辱啊，这证明你在和北约盟国在阿富汗浴血奋斗、浴血奋战二十年，换来了一场空、一场羞辱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把这个事情的责任真的就全部放在拜登的身上，也与事实不符，他确实也担不了这样一个责任。在节目进行到下个小节之前，我们恭请您给这个节目点赞，并且关注本频道，只有这样，我们的节目才能到达更多的朋友那里，我们才有继续前行的动力。您所做的只是在节目下方竖起的小手上点个赞，点一下转发，再点一下订阅就可以了，我们谢谢您。那要说拜登到底有什么责任，主要就是在这一次的具体的撤军行动当中举措失当、预判失误、相关的协调很差啊，这在各种各样的场景里面，比如说我们看到照片、看到各种这个电视图像，在喀布尔机场这种混乱是大家所不能接受的。比如美军限制其他航班起降啊，阻拦成千上万有条件离开阿富汗的有钱人离境啊，那这种时候人在绝望之际做出了一些举动，就暴露在全世界的媒体的聚光灯下啊，让美军在阿富汗的失败更增添了一些戏剧性的效果啊，更像一部大片啊，更煽动了全世界啊本来就不太赞同美军在阿富汗驻扎，或者想用这个机会来抨击拜登这些的啊他的政治反对派的这样一种给他送了弹药。美军在混乱当中也开了枪啊，也有死伤啊，这真的是和当年越南人九死一生，就是要逃离西贡啊，在整个的逃亡过程当中也出现了极大程度的混乱和恐惧，如出一辙啊。从这个角度讲，拜登难辞其咎啊，你做的这个撤军的举动本身没问题，但是执行上、协调上出现了巨大的失误，那这一点他应该负这个责任。至于他个人啊，不应该对从阿富汗撤军这个决定本身负责，因为形势发展到现在，撤军是必须的。那就像当年大家一提起这个清末说不能当李鸿章，李鸿章就是卖国贼。但关键的问题是没有李鸿章，还有王鸿章、赵鸿章张鸿章有些协议也是该签的必须签李鸿章他个人对当时的局势已经无法再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并不是说派出一个爱国贼来不是卖国贼就能改变当时国内外中国和世界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在这些事情上徒劳的、贸然的、不恰当的逞一时的口舌之快去谴责拜登，我认为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一种智力上的一种懒惰。拜登在整个讲话中真是透露出来很多的苍凉无奈甚至有些凄惨他对阿富汗撤军这个决定的辩护很多时候让人感到非常的心凉当然你可以强调美军是去阿富汗反恐不是为了重建整个国家这些让人感觉美国如果你都不愿意这么做，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能这么做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虽然我离开了，他说我们仍然有能力在区域内进行反恐，他说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反恐的部署在很多地方都不再使用常驻军队的方式进行反恐，当然他讲的也是事实，比如在沙特阿拉伯也好，在也门也好，在苏丹也好，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他主要是靠一种区域内的协调的努力来应对恐怖势力的这个崛起，而并不是使用常驻军队的这种方式，他讲的也是事实但是仍然不能改变
这样一个非常令人心凉的，一个不太景气的，一个这种啊强词夺理的这样一个现状。那么阿富汗的局势发展啊，还有哪些可能被外界深度误读的地方，我想有一点给大家分享，那就是塔利班可能啊还真是阿富汗人民正确的选择，历史选择了塔利班，阿富汗选择了塔利班啊，甚至可以说阿富汗人民就是塔利班的铜墙铁壁啊，人家是有群众基础的啊，本来在美国建立这个政权之前啊，塔利班那就是当权者啊，是为了反恐啊，美国出动军队啊，赶走了塔利班政权，现在这一次他们是卷土重来而已啊。另外阿富汗的民风民情以及他现在的这样一个经济状况啊，恐怕也是导致啊他的国民性啊，甚至都不能用国民性这个词，因为他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啊，军人老百姓都没有一个啊现代社会一个公民一个职业军人所应该具有的职业素养和这个职业诉求啊，他都没有啊。那么为什么阿富汗政府军装备如此精良啊，还兵败如山倒，甚至主动缴械啊，就不干了啊？为什么？主要的原因就是啊，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只要自己的生活能过得好，只要自己的这个啊风险能够得到最大程度上的降低啊，谁来统治那都是一样的啊。对所谓的民主政权带来的好处，他们恐怕啊根本就没看到啊。对所谓的三权分立这些，那更是啊莫名其妙的一个概念。在阿富汗的军人当中，都有 90% 是文盲啊，那更何况普通的老百姓呢？啊，另外，阿富汗有多穷？我给大家举个数字：2021年阿富汗的人均 GDP 是500美元啊，500美元是什么概念啊？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晚清的时候，中国的人均 GDP 大概都有人均600美元啊，所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啊，这个阿富汗真是穷困到了啊，连裤裆都要丢了啊，实在是穷到了极点，还赶不上晚清时的中国啊，所以谁搞阿富汗这个国家，手里没有别的选择，那就是一把烂牌，烂到不能再烂。那这种情况下啊，穷山恶水啊，我们不愿意去讽刺阿富汗人民啊，但是啊不得不引用这句话，穷山恶水出刁民，哎呀，不一定非得是刁民，那就是他肯定是缺乏现代公民意识啊，从来没有尝过现代文明滋味的啊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族群啊，所以啊一听说美军要撤了，那我还打啥呀，就赶紧投降吧啊，更何况塔利班啊还给自己啊私相授受底下许诺了种种的好处，那当然啊更要投降了。那另外一个问题啊，也是这个啊十分现实的，就是啊美国所谓的扶持的这个民主政府也好啊，和他在世界很多其他国家类似的手法一样啊，扶持自己啊这个傀儡政权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这些傀儡政权啊往往啊战斗力极差，民望民风啊这个声望也很差，得不到当地老百姓的一个切实的支持啊。首先你搞了那个三权分立那一套啊，名义上老百姓听不懂啊，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也是假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啊刚刚出逃的这个啊总统，他在撤离阿富汗的时候啊就带走了巨额的财富，这钱谁给的啊？他自己肯定不是他自己挣的啊。阿富汗总统贾尼他原来是哪儿的？他是阿富汗啊在美国的留学生啊，他在啊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个硕士啊，在美国决定在阿富汗扶持自己的政权的时候，他看到了机会啊，是个政治投机分子。他在当时在世界银行工作啊，据说连当时那个月的薪水都没领啊，赶紧就跑回了阿富汗啊，开始当他的财政部长啊，后来当上了阿富汗这个政权的啊第一号交易，那就是担任阿富汗的总统啊。他在治理国这个国家的时候，也体现出了很多的这个流亡者一旦回到国家以后啊，
他们所采取的这个手法，那就是赶紧捞钱啊，赶紧捞钱。他让自己的侄子啊负责给总统府还有很多部门啊搞运输、运送原材料啊，提供生活补给，种种种种。哎，你说啊，这里边这个是不是按照西方的这个角度讲，这不是明显的所谓的利益冲突嘛，对吧？哎，但是在这里啊，我们也不愿意强求啊，阿富汗的总统加尼啊，那很多时候在一片废墟啊，在一个极其混乱的情况下去啊搞这种啊国家建设，他不得不先用自己的人。不用自己的侄子，用谁呢？用自己的侄子，他起码知道运来的东西里面没有炸弹啊，没有毒药啊，这个东西啊都是两难。所以我们对任何政治人物进行批评、进行评论的时候啊，都不能离开四个字，叫设身处地。如果离开了这个，那就是一种空洞的教条，这种批评显得很苍白无力啊。但事实确实是这样，你这么做了啊，你给阿富汗政府啊其他部门的这个。其他部门负责人的这样一个想法，给老百姓造成的观感就是啊，原来你回阿富汗是捞钱来了，那你捞我也捞啊。那这种情况下，这种政府的贪腐啊，是到了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这样一个程度啊。那这种情况下，他的政府怎么可能能有向心力？他的部队怎么可能有战斗力啊？这些啊都是扯淡。所以这一点。让我也不禁想起当年国共两党打得死去活来情况很相似。共产党当年那真是小米加步枪，当然后来后期有了苏联的支持也从战场上抢来了很多装备，但是共产党没有空军更没有海军在美式装备已经武装到牙齿的这个国民党军那儿，他竟然干不过老共。为什么？那也就是说形势比人强当时那个形势国民党的政权也已经腐败到了跟今天的喀布尔这个塔利班政权，不是塔利班政权，跟今天的这个甘尼政权有一拼的这个程度。很多内部的派系巴不得老共赢打起仗来，很多人先看派系而不是先看怎么样能够尽快的能够死磕共军前几期我们的节目里面不也讲过吗张灵甫那是这个蒋介石的得意门生才华横溢战力非常强悍但是架不住自己人使绊子架不住自己人给他挖坑终于让陈毅、粟裕解放军在孟良崮团团围住，整个部队被消灭张本人也自杀身亡这个历史都是惊人的相似今天喀布尔阿富汗发生的一切很多情况下很像当年的国共政权最后的那个决战。那提到这个我们就必须也提到台湾有人说你看看今天喀布尔发生的一切谁心里最不踏实？那当然就是台湾了总觉得你看美国确实搞不定吧美国到时候还真的就是甩手大掌柜不管了临时这个背弃当年的约定就这么走了。那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台海美军能坚持对台湾的这个承诺吗很多人心里不踏实。那今天因为时间这个原因，我们无法放开讲台海的这个局势和阿富汗的局势到底有多少相似之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叫纲举目张，我们先要看一看美国在阿富汗驻军的这个当年的背景和它的战略目标和今年在台海的这个目标有什么区别。那么当年在阿富汗是为了反恐，是为了彻底改变阿富汗作为很多恐怖势力培育的温床这样一个现象。那既然你要清除它作为恐怖势力的温床这样一个目标，你必须在当地长驱驻军它不是一场战役或者一场战争所能很快解决的，那必须要持之以恒的做。那因为恰恰是因为他们在阿富汗驻扎了这么长时间，在情报搜集当地的其他势力的勾兑方面做到了一定的程度，那才深度掌握了本拉登的行踪最后也是在这个当地在这个巴基斯坦这些地方才彻底解决了
本拉登。那这个是需要长期的在地面上的一个长期的部署和安排。但是在台海，美军的目标不是要占领台湾啊，除非是共军先占领了台湾，那这一点美军不会让它发生啊。美军有这个足够的能力啊，阻止共军登岛，这一点就足够了啊，他没有必要啊，更何况也不一定真的有这个能力在台湾长期的驻军和共军就是你来我往的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美国是不会的，也不符合他的国家安全利益。但是他用自己绝对的这种空中优势、海军优势以及和盟友的这样一个合作，能够有效的阻遏共军登台登陆，这一点就足够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对台海局势和阿富汗局势，他双方的这个战略目标不一样，他采取的方针路线图和策略也不一样我不觉得阿富汗今天的局势就让台湾变得更危险了并没有当然从现实角度来讲我们看到这两天共军的动作十分的密集。根据解放军东部战区8月17号刚刚发布的消息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仪陆军大校表示，8月1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出动作战舰艇、反潜机、歼击机等多种军种力量，在台岛的西南、东南等周边海空域组织联合火力突击等实兵演练，检验战区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你看这个时间调得多合适那边美军在阿富汗一种大溃败，这边我人民解放军开始出动了所以共军这次也是选择的时间非常有意思。按老百姓的话讲，那就叫上眼药就是给你这个立威看一看施仪指出，近期美台频频勾连挑衅，发出了严重错误信号，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严重迫害台海的和平稳定，已经成为台海安全风险的最大祸源。那这次演练就是根据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是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势力挑衅的严正回应所以东部战区、台岛周边区域形势又变得扑朔迷离，非常的紧张，这里边会不会有突发，会不会真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会不会在这样一个时间习近平铤而走险这个东西都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现在美军撤出阿富汗的局势塔利班会登堂入室他们自己也宣布阿富汗的战争已经结束阿富汗政权已经被塔利班接管。但这个事情会不会北京就心花怒放恐怕也不完全是包括俄罗斯。因为阿富汗号称帝国坟场这个词竟然也出现在拜登总统的讲话里面，那真是不含糊从亚历山大大帝到后来的苏联很多的这个大帝国都是毁在了阿富汗至少在阿富汗栽了跟头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阿富汗这个国家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很不容易轻易的搞定。而且塔利班这个政权它是要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世界上最纯粹的一个这个伊斯兰政权你看塔利班分子占领了总统府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总统府的总统办公室里诵读可兰经。那么他们跟中国他们跟俄罗斯会不会真的就从此开始形成了一种盟友的关系北京俄罗斯就能够掌控塔利班完全做不到，因为塔利班也只是阿富汗各种派系里面实力比较强的一个当然了应该说实力最强现在毕竟又重新掌权。但是阿富汗当年塔利班之所以能掌权，他提出的目标就是要清除军阀发展经济。为什么提？因为塔利班当地的这个阿富汗当地的军阀势力太强了也是各自为政，各有各的后台那么这种情况下塔利班能够从多大程度上有效的对阿富汗进行管制也是一个需要打问号的事情还且着呢还需要重建还需要搞各种各样的建设，在这方面
啊，塔利班跟共党一样，就是打仗一流啊，搞建设一般啊，没有能够看出啊多么有效的一个手段和管制能力。他们最擅长的是种鸦片啊，罂粟啊，为啥非要种罂粟？很简单，来钱快嘛。你种别的，那老老实实种。美军、美国也在阿富汗做了很多的努力，通过自己扶持的政权，让老百姓种庄稼啊，不行啊，老百姓也不认这一套啊，什么来钱快啊，他们就想卖啥啊。这一点和中共当年在解放区啊也是非常的相似啊。南泥湾大家知道是种什么的吗？哎、啊，南泥湾是种过庄稼，有庄稼，但一开始初期阶段也是以种罂粟啊为主啊，用这个换钱、换布匹、换弹药啊、换医药啊，这个治疗伤员啊，当年也是这么做的。我讲这些都是有啊实实在在的史实依据的啊。当年的这个啊《西安晚报》啊都曾经刊登过这个声明，那就是国民政府啊派人和啊这个解放区谈，因为解放区当时在中国形成了这个第二政权这样一个局面嘛。啊，一时半会儿啊，国军也没法用军事的力量啊清除他们，那就必须得边打边谈啊。他们派出代表跟解放区说，你不能种大规模的种植罂粟，不能、啊、这么搞啊。到后来啊，随着啊共产党的这个啊国际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啊、也有不少的外媒的记者啊，像这个啊这个密苏里的那位著名的高材生埃德加斯诺、啊，还有很多的媒体都奔延安。你再种罂粟啊，对共产党的这个声誉、获取国际支援的能力也越来越差啊，也有负面的影响。所以后来啊，逐渐解放区就不再种罂粟了啊，开始用别的手法啊，耕田啊，自力更生啊。南泥湾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我们看，从基因上、血缘上啊，从这个调性上啊，塔利班和中国都十分的相似啊，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很多事情上一拍即合的一个原因啊。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啊，塔利班能不能完全的掌控阿富汗局势啊，能不能如中方所愿啊，能不能像他们许诺的那样啊，不把阿富汗作为和新疆一些分裂势力勾连的一个基地，就算是塔利班想答应，他未必能控制其他的派系、其他的人啊，而且他本身起家那就是一个啊极端的一个伊斯兰势力啊，他能不能做得到，这都要打个问号啊。所以我看现在啊，中共讽刺美国，那也是啊笑容里带着泪水啊，因为麻烦就要冲着自己来了啊。今天哦，时间半个多小时了，我们在这里恭请大家给节目点赞啊、打赏啊，也关注我们这个频道。同时我们更要欢迎您关注这个节目的姊妹频道平定天下，那个节目啊是我独立运营的一个频道啊，重点聊很多国际性的话题、趣味性的、文化性的一些话题啊，和这个世界的中国非常的硬科技啊，非常的这个啊硬新闻啊有所区别，也得到了大家一个非常热烈的一个支持，在这里向大家表示感谢。我会用平定天下的账号在这个节目的下方留言，留言以后大家点击那个头像就可以关注平定天下频道了啊。我们谢谢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